能设计出这款勺子的人真的厉害，焯水的蔬菜能用它直接捞，还好沥水，打个鸡蛋上去晃一晃还能蛋清分离，这里的小凸起能把生姜大蒜研磨好，盛饭也很好用，头部两下就压好了土豆泥，它是食品级材质，耐高温，手柄这里自带卡扣，放在锅边也不会滑落。